好，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探讨这个第八讲第四章金融体系建立的第二个单元。那么这个学习目标两个，一个是了解金融商品的本质，了解金融体系何以要监督这两个目标。那么有关这个学习大纲当中，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三个说金融商品那么讲到这个金融商品，各位同学要了解。金融市场的主体是人，金融市场客体的是金融的标的，叫做金融商品，或俗称的金融工具。那么有关这个金融商品呢，它的定义就是说，发行人，发行人，承诺在未来的一定的期间、一定的条件，所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的一个凭证或契约。所以由此，各位同学可以了解说，金融商品是在一定的条件跟限制下，来承诺支付一笔金额的一个商品。所以由此可以了解说，金融商品它具有强烈的法律的约束力，不是说你今天要发行就可以发行，它必须受到法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严谨的一种约束，约束，所以你一定要有具备一定的条件、一定的资格，跟限制之下，所以这一点可以了解说，对金融商品呢，也就是金融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呢，我们都不必去再质疑，因为这些都是由金融机构依法所发行的工具，当然没有错啦，同学也要就是说。任何金融商品的设计，都在算计投资人口袋中的钱。当然，你对金融商品这个特性，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说，做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一些专业，要一些经验。如此，你所累积的智慧，才有办法的汇合专业上的一个能力、素养。而做出正确客观的一个选择，避免投资的风险。那么，在有关这个金融商品的列表，这里顺便给同学提下说，我们常讲金融商品，但是各位同学，事实上，很多商品是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买卖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金融上是只有哪些可以，这同学都要了解，不是说。什么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买卖，它是有限制的。所以在实务上的金融商品的这个一般所讲的分类有两种，有一种是说一般所讲这个非市场性的金融商品，也就是传统性的金融商品；还有一种是市场性的金融商品，你可以在市场交易的。那么什么叫做非市场性的金融商品？其实在现实的这个实务里面呢。非市场性的金融商品非常的多，像非市场性的这个金融商品是指传统性的金融商品，例如存款性的商品，像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综合存款等等，这些呢你不能在市场买卖，它是一个间接性的证件，也就是金融机构透过这些发行。得到的这个资金，它就可以转化这些资金为资产，对于这个企业来做一些短中长一个放款跟融资。第二种是说放款性的商品，那么放款性的商品就指一般说放款贴现透支承兑保证之类的产品，这些你不能在市场上再去这个买卖。另外还有一种是说外汇性的商品，像出口押汇的、进口押汇等等，这些也都属于传统性的金融商品，因为它不能在市场上交易，所以叫做非市场性的金融商品。那么一般我们在这个讲这里面所讲的金融商品是指，市场性的金融商品，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金融商品是指市场性。你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像货币市场金融商品，
像国库券啦、商业本票啦、银行承兑汇票啦、银行可转让定期存单等等。另外一种说资本市场金融商品，像有这个股票啦、债券啦、金融债券之类等等，叫资本市场，这些都可以在市场买卖的。还有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像期货啦、权证就是选择权啦，还有换汇，换汇就一般俗称 swap 交换。另外一种是间接性的投资商品，像共同基金啦，当然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退休基金等，也非常的多。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那个金融商品真的琳琅满目。所以说你对金融商品要一定的了解，当然银行都有理专的设立。为什么理专？表示说他对金融商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提供比较正确信息给投资者做参考。这也告诉你说金融商品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元，真的啦。不要说这个一般所讲理专啦，真正设计金融商品的人呢，也不一定说对它的特性有充分的了解，否则我不会给各位同学了解讲一句话说，金融商品的设计都要算计我们口袋中的钱，所以这个谨慎性真的要非常的重要。那么再讲到金融市场这个特性，金融市场特性也就是它基本的特色，就是说你任何参与金融行为，你要有一定的评估的指标，也就不是说任何行为你都有这个能力可以介入的。你今天想参与金融商品的这样行为的买卖，你必须对金融商品的一些特征或者特性或者特色，以及它的市场性、它的流动性、它的期间、它的风险、它的报酬，都要一定程度了解的，否则那你承担的风险是很大。尤其现在我们很多观念，我刚刚讲过了，其实现在人类最大问题说逻辑思维的错乱，导致了很多观念的偏误，形成了你投资的一个风险或伤害。就像说我们在讲到金融的特性，我们这个顺序的偏排是有它一定的特色，也就是你在现实社会当中真的啦，尤其现在人心真的非常不好，非常的自私，任何一个行为，第一个你要考虑到安全性。为什么我们强调安全性？因为安全性的反面就是风险性。真的啦，现在这个社会尤其人心变化很多，尤其真的啦，我们有些时候感到很遗憾，过去的人跟现在的人差很多。像我们这个30年代的人跟现在人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变化很大，非常的大。因为现在人很会讲话，而且话术充满了诈骗，对不对？用话术来这个伤害他人比比皆是，而且话中有话，真的都很不诚实，很不踏实，很不务实。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从上下都一样，上至政府，下至管制手足，都差不多一样，讲的是一套，做的一套，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那你怎么样？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在这里讲，这也是给同学一个幻想，你做什么事情真的安全性很重要，因为安全性它的反面就是风险性，也就是从安全性当中来看出一个风险，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情都想说，哎呀，我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如果你有这种念头的一个障碍，你的伤害绝对非常深，非常的重。因为当你利益熏心，你的理智已经没有的，因为你已经看到利的，对不对？一些违法乱纪你都敢去做的，因为太大的利润的，你冲过这一关，我就可以就可以说过得很好的人生。但问题不可能冲不过的啦，所以做什么事真的一定要合法，一定要合法，一定要安全，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坚持，一定要踏实去执行。你做什么事情是一样，安全性低，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很不安全，否则我不会给各位同学报告，21世纪跟22世纪是抗贫跟抗忧的世纪。
为什么？这以后我们给他们的报告，为什么这两个司机一定很穷？因为贫富悬殊嘛。啊，为什么贫富悬殊？啊，以后我们慢慢给他们的分享。那么你穷，生活压力，当然呢，各种这个精神上的一种疾病就产生，所以忧郁就会产生。真的，光医疗的负担就没有办法承担起这样的庞大的社会支出，只是未来政府必须在思考面对的，才是有良心的政府，否则真的为政者百分之百都会下地狱，真的还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对不对？大家生活都不安全，你还有什么好的奢望的？那么有关这个风险性当中，来自于三个风险。第一个是市场的风险，当然市场风险当来自于说，你看利率的变动，你看现在利率这么低，其实各位同学，低利率也是扩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关键，真的，因为有钱人取得资金便宜的嘛，他这个为所欲为的，所以说你说台北豪宅一栋十亿，以后告诉你二十亿还是人家买得起，为什么？因为借钱很便宜啊，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有穷人，穷人一定借不到的，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太天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一样，有钱人跟没钱人的对话，有钱人才是话，没钱人都是废话。虽然没钱人讲是真理，有钱人讲是谎话，但是这时候的真理是没有用的，谎话才有用。你要了解，这事实的社会就是这样。另外，这个汇率的风险，当然现在各位同学，你看最近我们讲，你看台币在升值，那么有些国家都在贬值，这个贬值经济成长率比较高啊，升值好像就比较低。其实告诉各位同学，升值代表经济健康的展现，贬值代表经济不健康的呈现。但是我们一般都偏见，认为贬值才好，对不对？其实这不是贬的问题，也不是升的问题。要符合经济的一个能力，对不对？而不是说用你个人的意志政策来左右汇率的变化。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爱给他升就给他升，爱给他贬就贬。照讲这个汇率影响是有限的，但现在竟然有办法这样，你就可以了解说，很多学理上的一个论述已经没有办法去做很合理的一个解读的，这现在的一个困境。另外一个物价，各位同学，这个物价风险我告诉同学的，以后会更严重的。你看看过去，我就跟你讲过，量化政策是一个灾难，也是扩大贫富悬殊的一个来源。你看，像现在我们台湾，你看看，对不对？几十年薪水不升，但物价不知道涨得多少的，为什么？量化政策，以后会更严重，因为地球的暖化会造成粮食供应的问题。以后物价真的啦，而且加厂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现在化学药品太多，真的我们都在吃化学的，所以我们以后都变成木乃伊的，真的非常严重。所以政府应该用一点力量、心思在这方面的一个保护，否则真的未来人民是一个灾。你看我钱赚的少，我吃的都吃化学药品，你看看我是奉公守法的。结果我要承担这种灾难，政府真的非常的不耻、不仁、不义的，而且非常的不忠，因为他没有忠于国家，所以他没有爱人民。当然要照现在这个执政者大概也不会想这么多的，反正死是你家的事情。我想这是非常严肃一个问题，非常严肃问题。真的，不管一个执政者，真的你要非常的仁慈，非常有正义。对对，你的慈悲心一定要展现，因为现在人真的活得很辛苦，而且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在制造贫穷，不是在制造大家有钱，因为看不到一些好的经济政策，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都真的非常的痛心，这个风险是比这个更严重。还有第一个信用的风险，要以后大家没钱的倒账就 很那个的，因为你政府就没有诚信的。我今天上银行借钱，我可以跟你谈判，我没钱了要怎么办？保险公司到期了，他也可以说我没有钱了，说 我们大家坐下谈看看呢，对不对？因为信用风险都崩溃的，有样学样嘛。还有其他的风险，
这个其他风险，当然集中的风险呢，政治的，政治是法令跟租税的问题，尤其现在政治真的会左右一个国家的未来，真的要做一个领导者不是这么简单，真的不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一点是给各位同僚说，要去认识未来我们所承担的应该都是会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一点曙光，所以我们所讲到的是风险以后会更多。再来第二讲流动性，你今天买金融商品，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的，我有没有办法马上回收抽回我的资金，你说它的市场性有没有？为什么他鼓励同学你买卖股票最好是买上市的，未上市的因为它流动性比较差，对，除非说你有内线，我觉得真的你要慎重。好，第三个我们讲到期限性，你这个期限的长短，好，你要了解，否则你明明说这个产品不好你要回收，对不起，期限还没有到，你眼睁睁的变成一种废纸，最后你再考虑到报酬性，报酬性是最好的。所以各位同学，现在人世间各种行为，拜托你们不要把报酬性放在前面，报酬性的诱惑会增加你理性的一个错乱判断的失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按照顺序，先求安全，再求流动，问时间的长短，再看报酬。那么通常金融市场在衡量的报酬有三个指标，一个是名目报酬率，另外一个是到期的报酬率跟实质这个报酬率。通常的经济学上或我们金融市场上最好的指标是到期报酬率，也就一般说实际的报酬率，这两个都一样，这两个都一样。所以这一点是给各位同学说稍微理解了解一下，因为很多的行为的介入都有一些辨别的指标衡量一下。真的现在人性真的因为整个社会上一些错误观念的架构已经造成非常的错乱，非常的错乱，有一点钱呢就烧包的，有一点权力就烂钱烂事的，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各位同学你要了解说真的啦，现在社会变化很大，当然时间很短，没有办法给各位同学再深入，真的啦。我今天有办法讲的这样都还是我们真的看我，我们是比较有一点客观的，不管你怎么的见解，我们是祈求各位同学真的我们不要有过度的奢求，就像我在给同学讲，我们不要求有钱人，真的我们不要期待说我们会变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我们要变成说我们只要求我们健康的人，我们只要简单健康的生活就好了，真的只要说你用心诚心，真的有生命就会给你一种一般所讲生存的一个价值的，对不对？真的人生呢都有一定的宿命啦，也不要过度的奢求，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绝对没有问题的。就像你在给各位同学，我们做人就很简单嘛，对不对？你断恶修善，是不是？然后呢，主持正义，然后呢，这个一般所讲维护我们的善良，这样就好了啦，被人家伤害没关系的，对，但是千万不要伤害人家。再讲第四个金融上面创新价值跟原则方向，真的现在消费者欲望真的层出不穷，求新求变呢已经造成我们很多资源浪费。你看像这个手机的苹果，你看一代两代三代七代八代一直下去，功能这么精进，你用的这么多吗？也是它所造成的资源上的伤害有多深呢？但是我们不会想这么多。所以人类为了追求不当的方便，你付出的代价真的非常的惨重。当技术到某一个层次，地球就毁灭了，所以地球是只有自我毁灭而已的，因为现在已经超越太多的。那么金融上面创新的价值有几个？第一个，你的形象，要有形象，跟人家感觉不一样，你的功能要非常特殊，那么你要差别，在给人家感觉不一样，
你现在很骚包嘛，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有钱的就要衬托一下，对不对？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广告都追求外表靓丽，我没有追求内在的进化，所以现在物质的一个提升，心灵的恶化非常严重，都看表面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内在的丑陋无比，真的。所以现在人真的，各位同学，99%都要造恶，真的，99%都要造恶，真的，讲一套做一套，真的的，我很相信这个因果的报应的。哦，所以同学做什么事情，真的啦，你心地善的参加高考，高考就会中了。很奇怪，世间上很多无形力量真的有的，对不对？一定有的啦。所以我们第一个好差，再来另外一个是它的组合，也就你的包容性要多。你现在要就有方便嘛？你看以前的这个金融卡功能有限，现在都什么都可以用的，你买东西卡一下就好的。再来第二个是创新，创新，这是给各位同学说，我们一般要了解一个创意嘛，但创意不是口号的，是怎样的，改变使它的价值，更能够贴入我们的需求，那才是真正的创意的，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的方便真的呢，这个方便真的不必要的，就像我第一节就给同学讲过了，你看现在你走到什么地方，大家都要低头。真的，手机带有很大的方便，相对的带来很大的伤害，连小朋友都在看手机，你看多严重啊，多严重，因为没有必要嘛，对，他的心思都在手机上嘛，所以这是一个灾难，我跟你讲。但是创造商人的利基，带来人世间的灾难，因为我们不能取舍，没有错，很方便，但是带来伤害，你有没有去评估？这是大家都要了解，所以金融商品的创新者，大家没有说，第一个要符合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导向嘛。第二个，慎选市场时机，这个时机真的就非常的重要了。第三个，你商品要重的跟狠的配合，而且第四个，你组织内沟通系统和谐的工作关系，其实这和谐工作关系，我告诉同学很难。现在不管各个单位上新官上任了，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大家都在造恶，我们都没有办法依人才导向，我们都依关系取向。这种关系是充满很多哲理跟智慧，也充满很多的一般所讲的罪恶，对不对？你滥用你的关系，你没有用人力，你看从懂事到你离开人间。我们懂要用人才，用人才，结果你用的不是人才，用的是关系，对不对？因为你跟我好关系，我就给你一个好未来。你看这个罪有多重啊！你书读到什么地方去？你不是以关系取向，是以能力取向呢？但是我们做的跟讲的都不一样。那么确保利基商品的发展特色上面，不要随竞争者，是告诉你的，潮流是这样。你的竞争产品、你的核心产品、你的主力产品在什么地方？你不要配合那些少数的客户，你要掌握基本的客户，因为那是你的根，那是你的本，对不对？那是最忠实的客户哦，你要搞清楚。那么金融商品的创新的方向，当然各位同学，现在大家都追求多嘛、多样化，还有差别啊，跟人家不一样，这样才能够衬托我的格调、我的高格调，还要配合方便化，对不对？我今天到银行，我什么都可以做好，所以现在银行为什么走综合化？道理在这个地方。那么再讲金融体系，金融体系，这个一般说监理。为什么金融体系为什么要监理？我告诉同学，这样讲一说讲这些，关键金融体系这个监理要发挥三大精神，促进经济成长，维护社会的正义。第三。要确保环境的永续，但是很遗憾的，我们金融体系大概只偏重在经济成长，我们忘掉的社会的正义，忘掉了环境的一个永续。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把钱借给那些污染的企业、污染的产业，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环境被破坏的。那么你说社会正义有没有办法达到？我告诉同学，也没有。你看那些有钱的企业，你看看我们像郭台铭先生不错，哎，他在美国投资100亿、3000亿的同学，哎，这些钱都是台湾的血汗钱呢。今天没有台湾的钱，没有办法撞到他呢。只要投资是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在美国，但你不能怪他，因为他追求全球化，他追求企业生存，他没有错。错在是政府没有给他满意的提供的空间。所以各位同学，台湾人真的灾难了，真的。当大企业都走了，今天不是只有他走的问题啊，连带相关产业全部都带走了，因为企业都有一个肌肉效应嘛，这是非常严重的。但好像现在政府说好要走就走了，很好。哎，你政府的轻松与计划是台湾人民就业的灾难呢，讲得很轻松呢，你在制造罪恶呢。那么有关金融监理方法，当然四个。第一个，金融资讯透这个监理是说，有落实确保金融资讯的透明化，避免资讯不对称嘛，逆向选择跟道德风险。第二个，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跟安定性。这个稳定性、安定性，就是说你金融体系要有能力，来分配资金，有能力来控管管理风险，有能力来承担不利风险。所以通常在做法上有几个观念。第一个，你进入的一个监理，进入了这个监理的，那么第二个呢，一般所讲的这个，消费者跟投资者的这个保护监理。那么第三个，自有资本、生意资产跟业务活动的监理，还有存保制度，跟存款准备金制度监理，还有新设金融机构或分支机构的监理，还有利率的监理。这些同学我们都要去理解，因为时间问题，我没办法一一给你解释。第三个，信用分配监理，就刚才所讲过，信用分配说你不要把钱都给大企业啊，中小企业都没有，台湾就是这样，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你说坦白讲，你按照行政院主计处你去了解，可以了解台湾一些大企业都扮演台湾整个资金啊，中小企业都苦哈哈。我就给同学讲过，企业的竞争两个嘛，资金跟技术嘛，你没资金就没技术，没技术就没资金了嘛。但是我们中小企业真的很少受到政府的保护，因为信用分配不均，造成企业大则很大，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看这非常严肃的问题。货币政策的建议是说确保货币政策有效，所以各位同学可以了解，由这个单元当中你可以了解金融体系为什么要建立，绝对没有放宽的道理。你不能用市场化、自由化来否定你金融市场被建立的必要性跟价值性。但是我们现在都偏了，在真正在管理银行的都是外行的，真的。所以上次给各位了解的时候，像我们中银的总裁，他的独立性、专业性还有也经验非常重要，绝对不能用政党利益去考量，一定要以国家利益去衡量。真的慎选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你国家才会有救，否则台湾的灾难必降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